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谈谈取精手术。一般男孕夫妻来求诊时，我会先为双方做生育能力的检查。男性最主要的检查就是精液分析。当精液分析后发现没有精虫时，称之为无精症。此时会安排病人抽血，确定血中的荷尔蒙，以及医师触诊，确保可以安排取精手术。在台湾，约有1%的男性为无精症，而无精症又可以分为阻塞性无精症、非阻塞性无精症。阻塞性无精症就是睾丸还能够制造精子，但是运送的道路塞住了。这种状况可以使用重建手术来将道路畅通。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畅通，则可以使用 PESA 或是 MESA 手术。PESA 又称为皮下副睾丸针刺取精术，手术利用蝴蝶针加上针筒，配合超音波引导来回穿刺睾丸，直到取到足够的精子。手术简单，不必切开阴囊。痛楚轻微，缺点就是取到的精子量少。而 MESA 称为显微副睾取精术，将男性之阴囊切开，并用细针从副睾或睾丸之取精细管内吸取成熟或尚未成熟之精细胞。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无精症适用于不同的手术。除了阻塞性无精症，另外一种就是非阻塞性无精症，这种在处理上就相对棘手。非阻塞性无精症是指患者的睾丸功能不佳，无法制造精虫，或是只能制造极少量的精虫，少量到连精液分析都无法发现精虫。目前为止，非阻塞性无精症的原因大多是不明的。目前可以找到的原因就是染色体异常、阴锁静脉曲张等等。由于非阻塞性无精症本身的睾丸可能只有极少的精虫，若想试试看能不能取到仅有的精虫，则可使用 microtassy 手术。Microtassy 是将睾丸切开来，并在显微镜下放大，寻找睾丸内比较饱满的致精细小管，切取下来送到实验室检查是否有精虫，花费时间长，术后也必须住院3天左右。通常术前会做染色体检查，剔除一些不适合做 Microtassy 的患者，但目前仍没有任何检查可以确定睾丸里面还有精虫，所以有可能在手术的时候还是会有打开之后发现没有精虫的状况。男性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痛痛的啊？在试管疗程中，夫妻双方都是非常辛苦的，因此在过程中相互扶持砥砺是相当重要的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团以及 YouTube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